当时故事我来讲，红色精神我来传。大家好，我是187航空航天系本科生杨晨。复旦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实验中心位于北区的三角地，其前身是著名的708实验室。这一名称背后镌刻的是我系参与我国第一架大型客机研制任务的辉煌历史。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便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也要有大飞机。为了改变我国客机依赖进口的局面，中央军委、国家纪委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客机的研制任务，这就是运十飞机，代号708工程。实验室的代号708就来源于此。当时，航航天系的前身数学系力学教研室整体投入了运十飞机的相关研制工作中。为更好地参与运十飞机的研发工作，1974年，学校又争取到了筹建节奏近强度实验室的项目。这便是许多老复旦人熟知的节奏大厅。实验室的建造过程十分艰难，整个中心的建设需要用到60吨的钢材，这在钢材产能不足的70年代，着实是个不易的任务。在四处求购后，方才凑齐了建设所需的原材料。在设计制造实验室内的轨道时，由于实验的高精度要求，轨道的制造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工人师傅干不了，最后还是老师们亲自参与建造。实验室于197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708实验室的建设凝聚了前续师生的心血，更是我系自力更生兼创业的一座丰碑。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先生造访实验室时称赞，这是一个工程造价100万都不止的项目。然而在资金紧缺的境遇下，我系实验室的最终过程仅仅花了40万不到。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一直紧跟国家重大需求，面向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瞄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致力培养领域内复合型人才。作为航系学子，我们要珍惜前辈师长为我们留下的科研环境，发愤图强，投身于科研工作之中，真正做到将所学变为所用，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我们将会传承中天精神，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